你干嘛呢？最起码的家教你得懂吗？人家都没上桌呢，你就开吃了？你那大手指头都进菜里了，这要是有客人，人家怎么吃？去去，把地拖了，看看你干活，别人吃饭，你什么心情？一点家教没有。行，画完了。那个我给拖一下。没完了。来，这回你过来吧。这菜你都吃完了，我吃啥呀？这回你也体会到了吧？吃完把碗捡了。